伫甲选委会来做登记证件，落水溪山立委参选人赖恩帅甲支持者，伫竞选总部是先来发着精神口号，提高大家士气。认真时代，赖恩帅。然后在宣传车引导之下，大家一路开到选委会，要来展现他们的团结，希望在这里为候选人登记的第一天来抢头香，出到一个好彩头。我们的支持团队在第一天拔的头筹抢的头香，也希望能够带来好兆头。小燕子长期以来站在弱势族群的区块，燕学希望能够为我们这些基层的弱势朋友尽一份心力，也能够为我们县民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李伟参选人赖恩帅也是现今的南投县议员，这边代表民进党来参选第二选区的立委选战，伊讲这是一场无好牌的选战，不过会担起为民众服务的责任，甲竞选团队共同来努力。这六年，南投县政府燕学在议会的监督，有感于监督的无力感，所以希望能够转换跑道，为我们的乡亲来极力争取。尤其是南投县的一个资源不足，资源分配不均，那么这次的选举也充分的表现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转型，希望说有新力量、新生代能够加入，带给我们国会新动力。来选大帅，来选大帅，来选大帅。这边赖恩帅是以照顾弱势团体、为民众来争取更加好的生活为主要的政见，并且希望在六年外官员这种经验之下，努力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林信彩虹报道。